我不行，这钱是他妈挣的，他跑遍冒赚了点钱，啊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走。来，喝喝喝。来来来，来。关系人。 留给我，啊，把危险留给别人。哎，我怕你们下手太重，假戏真做，这里面也有学问呢。行啊，听你的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对吧？来，还行，什么味儿？ 你呀，先喘口气儿，待会儿帮我发个电报。真回去啊？啊？反正我就回去，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。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？王福生进去了。哟，甭忧，谁想避风，谁就在这儿待着，去东欧混两年也行。 我呀，死活得见我女儿。死不了，我再找你们去，说不定把我女儿也得带上。二姐，您还甭将我们，您要非回去不可，我们哥几个陪着。我说句话撂这儿，谁想放单儿，先找我说话。我说啊。 别女儿没见着，一下飞机就现了。那倒不至于，你呀，还是太嫩了点儿。哎，头儿，嗯，钟颖给他们家来了个电报，在你桌上看见了吗？哦，说是27号回来，让她丈夫和她女儿到机场接她。钟颖，好啊。 能把他逮着，王福生正扛着也没用。钟颖我们逮着了，这样手里就攥着俩，就算他们都云山雾罩啊，哼，他也蒙不了咱们了。哼，是。瞧，那个穿黑风衣的就是她丈夫。 领小女孩，就是她。有戏，还真来接她了。正点，好运气。 林头，注意目标。明嘞。他说啊，发现目标，你交给我们，其他事儿我们办了。干嘛？永葆骑士风度啊？你不光荣一次了吗？别给我留个机会。<笑>你多聪明啊，知道有安检，对吧？没错，不光荣，知道。世界各国的劫机犯都知道。哎，出来了。 Thank you.
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别着急，闺女啊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可能是下班飞机。零幺，目标没有出现。真绝了嘿！早回来一天探探嘛，二姐，我算真服你啊！跟柯博学的吧，制造假情报。别他妈瞎扯，跟着他们。这条路怎么这么多车呀？这是啊，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。没车牌的能往机场跑，那么多交警能看不见。肯定啊，到了机场才摘的，现在可能又挂上了。这帮家伙真够贼的。我这肚子可都空了，这路上有没有买早点的呀？忍着点吧，说不定啊，这一猛子得扎到国境线上去呢。行行行，你就等着吧，只要这车肚子不空。要跑长路啊，他们也短不了得加油。是不是给前面的加油站打个招呼啊？哎，你觉得他们还会往北去？这一惊啊，他们肯定想往国外跑。有过几辆啊？对，桑塔纳，红色的，刚走了一会儿啊。对对对，是有个女的仨男的。啊，可是没看清啊，反正肯定有牌子，就是没好好看。是往北啊？对，没错。